操盘战将。大家收看操盘战将，来第一个问题。为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选举因素对股市影响很大吗？第一个问题，今天为什么大涨146？你觉得呢？你认为呢？这不会无缘无故。2200亿的成交量可以让指数往上大涨146点，可见这筹码，我认为后方后面这股力量很有自信。今天拉抬的一个股票，有顺序，有节奏，而且拉得恰到好处，今天大涨146点。如果当时在这一天，你能够100%相信清俊所讲的话，你会觉得今天这大涨146点完全不会意外，它是很正常，它迟早会发生。如果当时你多相信我说的话，我这几天蛮喜欢播我上个礼拜四所讲的话，因为我觉得那又是一个经典，那又可以再度证明清俊跟各位报告的未来，我的预告的未来，各位清晰可见，马上验证。来，这段 VCR 我们再重温一下，再回顾一下，唤起你的记忆。 VCR 求告，我直接告诉你好了啦，各位啊，这个跳空缺口就会回补啦，很快就会被回补，我就直接讲，好不好？我也不跟你模棱两可了，在那闪来闪去打模糊仗，不用，这个跳空缺口短时间就会回补了，这就是我的看法，这就是我的论点。所以美国股市的拉回要不要紧张？不用，那是涨多的拉回，健康，合情合理。当人家说向下跳空缺口，这黑 K 又向下跳空缺口啊，波段的起跌点，我听到有人在那里说，我那天我这样的一番告白，这样的一种坦白的那种说法，对，我在挑战别人，我想跟他们做个比赛，我想证明我自己的看法跟论点。好，炫耀的时间到此为止，不要再炫耀了，我们聊聊实际的东西吧。各位，我再问各位一件事情，你觉得很难吗？你真的真心觉得很难吗？你知道今天多方已经按捺不住了，压不住了，没有办法，国际的资金一直在台湾，一直要涌向台湾啊，台币一直在升值啊，怎么那么多钱要来台湾？你们怎么不去日本？去日本？去韩国啊？去香港？去马来西亚？去新加坡？你怎么一直来台湾呢？你来台湾要干嘛？这么多的钱要来台湾做什么？炒房吗？不可能吧！买债券去美国买就好了。炒汇，中央银行绝对不肯啊！要不然呢？很简单嘛，炒股嘛，我就讲白了，好不好？炒股怎么样？不可以吗？股票不是用炒的吗？本来就要炒啊！炒股，他就是要来炒股，各位啊！这么多的资金要来台湾，现在还在升值，你看看，好多钱前仆后继要来台湾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看到我讲的话一万九，我没有那么伟大，我也没那么厉害，好不好？我不会把我自己好像当作神一样。哇，好多我的信没有啦，我不会做这样的一种说法啦，各位。全世界最厉害的、最厉害的半导体产业在哪里？美国，还是日本，还是南韩，还是台湾 ？Of course， 台湾，我们台湾有得天独厚的环境，有先天的优势，有完整的半导体供应链。有我们台积电的护国神山，你要买半导体，如果半导体明年是飙的话，其实我给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给他一个字叫做喷，喷喷啊，喷喷啊，火山喷发的喷。所以这些钱要来台湾，合情合理，你们的决定是对的，很好，赞。来台湾就是要来炒股买股票。最好炒我的股票，来买我的股票，各位。AI PC， 我之前跟各位聊过这件，我已经，你知道我一直在主打，我一直在铺陈，我一直在跟各位洗脑，因为我想要建入建立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概念，我要深入你的脑海跟你的心海里面，我要你牢牢记在心里面。AIPC 明年是元年， AIPC 会让很多的股票脱胎换骨， AIPC 会让很多旧时代传统的那些股票再度活蹦乱跳。可是我当时在讲这几支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相信？你没有。各位，你真的是，有些人真的是辜负了我的好意耶。我名牌送的这么明显，我上明白给你，我免费告诉你，结果很多人，我在预告各位，我有时候我讲的话，字里行间的话，你听一听，仔细的听一听，声音转大声一点都可以。音量调高一点嘛，是可以，因为我在预告未来，我在为各位谋福利。我宏基人保，我不用你打电话进来拿我的字卡，我也不用开牌再做一张字卡，不需要了。我说了，我免费送给你。我要你好好长期关注这两只股票，一档叫宏基，一档叫人保。人保十二月十三号在这边，宏基十二月十三号在这边。来 VCR 导播 ，check out。未来的新应用会让台北股市很多股票，包括过去的老的旧的股票，叫做旧瓶装新酒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各位，这个送你没关系啊。注意，宏基、人保，这个送给你不用钱，哦，没急，你给我好好长期专注这两只股票，长期好好给我关注这两只股票，有买到赔钱的。你有买到赔钱的来找我，你买这两只有赔钱的你来找我，你来找我，你来催我。哎，这只股票你不要来找我哦，这不是我叫你们买的，这只不是，这不是我叫你们，你不要来找我，你也不要来问我，好不好？你问我这个我可以回答你，你问我这个我也可以回答你，对啊，这个你就不用问了，哦，好不好？不一样啦，真的不一样，各位啊，跟着我走，你会找到花朵啦。你跟着别人走，你找到好多厕所。为什么你要找厕所而不找花朵呢？我在这边你不找我，你跑去找别人，结果找到厕所怎么办？臭不可闻，臭死了，怎么办？我只知道我的股票今天的表现，
闪电即标黑嘛。闪电，我没有写在这边，这一只闪电狂飙黑嘛，这一只叫闪电即飙黑嘛，这一只叫闪电狂飙，对，有时候我的名牌很显性，有时候我告诉你股票会有点隐性，没有办法，哦，你不能老是都是显性吧，讲那么明白。你还是有些股票要隐晦一下嘛，所以我说我希望我能够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，我们没有那么远，好不好？你既然看我的节目，就是清俊的朋友，朋友嘛，当然有帮助之谊嘛，要互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会把我的看法，我对大盘的看法，我对现在盘面上会未来会发生的状况，我会跟你说，没有问题。问题是你要听啊，要不然我印这些东西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各位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之前也在讲，我说我好多股票在这边的位置，注意啊，拉回找买点，我前阵子都有讲，不是只有新鼎，还有别的准备要大涨，要创新高了。我再讲一次，我的股票跟别的分析师股票真的南辕北辙，有些人还学不到教训，莫名其妙一个利空啪啪啪，好几根跌停板，跑都跑不掉，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。可是你们爱看呢、啊，劣币驱逐良币，我懂。现在尝到苦果了，自己去承受吧，不然呢？我没办法救啊，那个真的啊，这种行情今天大涨146点，还有人赔好几根停板的。奇怪了，明明看到这是一个趋势啊，你们都不要，明明就是跟你讲这件事情看得到的东西，未来的营收获利也是可以预期到的啊，结果你们不接受，你们偏偏要找那种非常冷门的，爹不疼娘不爱的。我不是说那些股票不会涨，我不是说这样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各位， AI 即将要改变人类的世界，改变你我之间的生活，为什么你不从这些股票去找呢？你知道这些资金来台湾，我跟你讲啊，搞不好哦，他就是要买 AI 的股票啦，因为我们台湾的 AI 股票很多啊，很多啊，所以我说这一波的资金行情，哇，真的是大到无法想象，真的大到无法想象。各位，这些我都不要再多说了，我只想跟你讲，来拿我的股票，跟好跟紧，清俊的股票真的不会让你失望。我今天对这只股票充满一种感恩的心情，就感恩呢，而且也感谢了这一路走来又一只100%的股票，又一只1倍的股票，而大家都亲眼目睹，亲眼见证我这只股票是怎么上来的，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，你们看着这只股票的长大，它的成长，那种艰辛历程，也没有说到很艰辛啊，中间稍微整理一下，但是整理又如何呢？整理只是为了要为创高做一个预备的动作而已嘛。喂，这我有跟各位聊过，我当时选它 ，IC 设计 IP， 这我有跟各位讲过嘛，各位。100%，哎，真的100%了。我那时候写100%，人家还问我说：“老师，你写这干嘛？”真的100%啦，1倍。所以我跟你讲啊，我没有说叫你再去买什么四星或创意高价 IP 股，那个不适合你，那不适合你了。我需要你去找说接下来还比较便宜的 IP 股，中价位的，
中低价位的都可以，我带你去买，我们来操作。各位，100%的安国，100%的安国，还会不会再改写记录呢？老师，那 IP 股还有没有？有啊，这一次也是 IP 啊，他也要转型 IP 啦。各位，预创。看到他，我就想到他啊！没事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注意今年的股票，应该是说，因为今年快过去了，我们来聊明年，我们来讲明年好了。明年你要继续注意，会涨。当中美科技大战，当中美 AI 大战会继续如火如荼的发烧下去的话，各位最受惠的那就是台湾了。中国需要台湾，美国也需要台湾，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资金要来台湾呢？我真的也蛮希望巴菲特啊，不要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，像台积电，本来有投资台积电，因为一句话地缘政治因素，哇，把台积电卖掉，我觉得有点可惜啊。你跑去买日本五大商社干嘛嘞？对啦，有获利有赚钱，也许让你赚了一倍啦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台积电可惜了，真的。当然，所以我也希望巴菲特这些进来的资金，没有说一定要买台湾的股票啦，台积电再给他一个关爱的眼神嘛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台北股市有很多的股票，很多的股票都有话题性，都有题材，真的。我今天看到这支股票拉到涨停板了。我就觉得，你知道谁要接棒吗？接下来谁要接棒吗？哎，新鼎今天已经喷出去了，新鼎今天已经喷出去了，70.9，70.9。来，先看这段导播 ，check out， 一支股票，新鼎。涨停板，你看他整理多少多久啊？你看他整理多久啊？来了，我再给各位一点暗示啊。我近期的股票哦，最近有稍微再拉回来的哦，我跟你讲，注意一下。请你长期关注一下，好不好？就好像我那时候叫你长期关注宏基，叫你长期关注人保一样。各位，关注一下，我现在之前最近有在拉回来一些股票，真的对你有帮助。这一支股票今天再创波段新高了，在LINE里面的朋友们，我现在哦，我那时候跟你们讲的话，真的，一档一档之中都在验证。都在验证，那我也不用在那边，我在电视节目在那里炫耀了，吹捧我自己不需要。你们在那里面，你们都知道，你们都看到了，你们问我的问题，我都有回答。我跟你说，我为什么要设立LINE群组，就是拉近你，再拉近你我跟你我之间的距离，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对话是有温度的，是对你有帮助的，是可以帮你赚钱、帮你获利的。要不然我设立 LINE 群组干嘛呢？我设立 LINE 群组就是希望我跟你的距离能够更近一点，透过 LINE 的对话，我跟你的对，因为有很多人在跟我对话嘛，啊，我也把我知道的答案跟结果跟你说，所以在 LINE 里面，朋友们，你们一个一个都可以为我做见证。各位，新鼎今天创新高，今天涨停板，所有买的人，全部买的人，你都获利，你都大赚，你都赚钱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各位，新鼎闪电急飙黑吗？闪电狂飙黑吗？要轮到他了，要轮到他了。看到新鼎了吗？这一支比他更厉害，这一支股票也是黑马。
哎，我有时候的文字哈，都有藏一些玄机在里面了。这个内行人的哦，如果熟悉的大概都知道我要表达什么意思啊。啊，有时候电视观众可能看我这些文字，好像好像他一眼就带过去了，没有，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在里面哦，不得了的内容，吓死人的内容。这一支，来电拿到，各位，那个时候你来拿我这支股票的，你来拿我这支股票的，各位几趴了？47%了，快要五支了，快要五支了，哎，各位47嘛，快要五了，我那时候跟各位说嘛，快五了哦，这一支。来电拿到才能体会，各位，你不要再消极了，你也不要再观望了，你还在保守，你以为外资放假就没行情吗？你以为台指期空单10000多口台北股市就不会涨吗？你以为选举因素到了内资都会缩手吗？你想太多了，如果是这样想，台币不会一直升值啦。从国外的资金，他们的想法绝对跟你想的绝对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他们会在乎选举吗？啊，他们会在乎外资放假吗？这些国际进来的资金，各位，我问你啊，他们会在乎台湾的选举哦？他们在意这个哦？这是重点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什么？各位。2024的半导体啦，他们在意的是这个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一支股票你赶快来拿，打电话进来好不好？来电就有，来电就给你，免钱，不要想那么多。你现在大盘已经涨到146点，哎，对，今天大涨146点，已经过这边的高点了，过这里的高点了，各位，又重回多方趋势了，多方再度掌控，明天买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买我这支股票啊，跟着不是这个，买我这支股票，闪电狂飙黑马，这一支叫极飙黑马的新顶，各位47%了，47%，闪电狂飙黑马，这支股票来电送给你，好好把握，进广告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操盘战将。安国100%了，各位，一倍。金利科啊，我最近比较少在讲金利科。金利科，各位，131%，金利科。老师，为什么你最近比较少在讲金利科呢？因为我不想打扰啊，我不想干扰。这一次会不会是下一只？是不是他？下一只是不是他？哎，如果是他嘞，哎，又被我说中了，各位，闪电狂飙黑马，这一只股票打电话进来，花1块钱，几块就好，1块换这一只，很划算啊，很划算啊，各位打电话，这一只股票送给大家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